收到一些任务哈，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最可爱的小弟弟来往前站一点哈，掌声欢迎他。我简单做一下访问，今年几岁？十三岁。所以在人生当中有遇过像我这样的人吗？没有。那我这样是哪样？很漂亮。很漂亮啊，单压成音啊。来宣传一下你们团队哈。我们叫 F and F。哎，然后你是被宠啊？你有吗？有。像简单的宣传一下，怎么找到你们，或者是有什么方法？他们没有人要救你的意思，对对对。告诉我就找到他们。好好说话，走，再跟我换个姿势看。你的页面叫什么？个人页面叫什么？FB 打。我枪准备一下哈。高思义。高。又是一个要捐心捐的人吗？高思，你有领捐心捐吗？有啊。很棒。高思义是什么？思考的思吗？对。然后那个义。三点水在一个那个艺术的艺。三点水在一个艺术艺术的艺吗？所以是你的那个艺是艺出来的艺。对吧？对对，高思艺，然后就可以找到你的相关资讯了。你有乱分享的东西吗？什么初音未来什么的，没有吗？对，还有要宣传吗？没有。好的，我们再掌声谢谢我们的 Flow and Free 谢谢。